这对我们来说，出现本土的病人是很要值得注意。本土的病人往往到处跑，因为现在就算没有症状的病人，他的感染性是很强，特别是在出现症状以前的5-6天吧，这个是会比较明显、比较厉害。所以后来现在，所以在香港的时候，最近这几天呢，这本土的病例明显的增加了。那么这个应该是一个很危险的迹象。就我多次啊，有这个愿望，希望在香港是不是还是能够有一个全民的检测。现在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把这个有病的跟健康的分开，那这样子的切断这个感染源不会蔓延。所以我觉得当务之急，现在应该做一个香港的全民的检测。